爸。嗯，大哥，你的欧巴美体现在哪里？啊，我的欧巴美就是酷，我不撩妹就是一种撩妹，我不撩妹，我不撩妹，撩妹就是一种撩妹。比如说那种跳舞的时候吧，对，然后就会。就跳舞的时候吧，他劲特别大，然后呢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撩妹。还有一次就是在他喝水的时候，方式又跟别人不一样。我们一般小小女生嘛，都是这样喝抿一下或者是一小口，他就，而且是这样不灌，然后我就是对着，就是那个水杯不对着嘴，就直接这样倒，就特别的才能，别知道，等着滚动。给你变过来！天哪，嗯，看，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真不容易，有没有？现在手还是有，有那个什么？三个词形容自己：纠结、完表主义者、完美主义者、完美主义者。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已经体现出来的哭笑点滴，起立啊，对，下地。过往经历获得的成就。10岁的时候，我参加一个歌唱歌比赛，然后我拿了第二名，然后还赢了2箱奶，可好喝了。你当时还记得当时唱的什么歌吗？你知道北京的金山上吗？北京的金山上放光彩。现在，你获得了一个新晋的试镜机会，是一个标准的御姐角色。开始了啊！知不知道，你的出现让我很烦。哎呀，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的行动让我真的觉得恶心。有一道综合考题给大家，就是口才考验，电视购物模式，安妮最新人工智能机器人。Hello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走进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没关系，来看10秒都没关系。现在我要推出一个超型巨大的芭比娃娃，你看啊，它叫史上中国无敌陈潇一号。没有2号，我跟你说3号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所以只有一台。我跟你说，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看啊，它优美的头发还不一样发色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啊，白色、黑色，对，然后你还可以给它染色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无比就是360度无死角的一个脸，你跟它怎么拍你都丑啊！然后，时间到了啊，就这么到了。现实哦，是吗？哎呦喂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陈潇购物频道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推出的这个产品呢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一个机器人。哎，你看这个机器人哦，它长得就不像机器人，它貌美如花，但是呢，然后一点都没有那个机器人的那个样子。来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完全像真正的人一模一样吧。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会聊天。大家如果买了它呢，可以怎么样呢？做你女朋友，带出去逛街，有没有很心动啊？然后呢，哦，还会比心。好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多多购买我们的这个机器人，它的名字叫做孟美岐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开始了。好，现在为你在播放的是美岐频道。美岐频道今天要播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现在会眨眼的一个像猫一样的一个机器人啊。它那个眼睛啊，你知道大大的，你知道大的比那个猫还大。你知道吗？然后而且他是一个逗比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什么，你心情不好啊什么之类的，你就跟他说，然后他就会给你做表情包，来配合一下表情包。对对对，他就是无敌的表情包，我跟你说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，他的身材很好，就是那种大长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大长腿。然后对对对对对，像这种妖娆的这种动作，你知道吗？他永远都可以做的360度无死角，你知道吗？看你看这个表情包，瘦吗？瘦吗？对，然后咱们好话不多说，你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家。带回家，如果它不好的话，你就退回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钱我也全款退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不错。
好的，我憋不住了。就是我们所有面试项目，现在我们几个就说需要招募一下大家的面试结果，大家说说。好的。喜欢这个面试，对，但是呢，很高兴我们都通过了，然后呢，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爱豆企划社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歌，然后我们的作品，我们也会经常在国内上参加很多的节目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收看，谢谢，拜拜，拜。寂寞孤单冷怎么办呢？那就准备一个小爱同学。哎。小爱同学可以干很多的事情，比如像你最基本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懂。有点尴尬了。比如像他可以查询天气。小爱同学。我在。明天天气如何？成都明天大雨转小雨，23度到30度，有点热，空气质量指数31。哟。苹果手机和小米手机哪个更好用？玩手机用三星。用手机买苹果，找不自在就用米。我操，这是真的是小米的产品吗？严于律己。再一个，该我了，鸡啄杨青，听好了，鸡啄杨青。小爱同学。我在。你是单身狗吗？播放单身狗，单身狗之歌，叫 cry。七夕，就这么悄悄看到了，我还是单身狗。